冤，天以不见为冤，地以不逆为冤，人以心腹为冤。人要顺应天意，定要逆天改命。冤冤学会为你解开冤机。喂 ，hello， 大家好，又系我哋啦。好啦，咁啊呢个礼拜咧，似乎有单嘢啦，我感觉上好似睇完唔系好安乐啊。不如我哋睇一睇个封面嚟。系，哇，阿妹呢单嘢点样？呢个咧就系大家都见到啦，个标题《日出康城嘅伦常案》啊。咁啊就系一个啊同我年纪差唔多，即系嘅女士啦。咁啊佢咧就系即系生咗个 B B 之后咧，就有一个嘅严重嘅抑郁啊。咁啊突然间咧有一日啦，咁啊喺呢一个即系屋企嘅时候啦。就冲咗出去咧，就喺个厅嗰度咧，就攞把刀戒落自己个三十岁嘅老公条颈度。咁啊，你知啦，我哋人体咧啲嘅大动脉咧系唔可以乱咁戒嘅，一戒落去咧，即刻咧佢老公就血流成河。咁啊，到咗之后咧，即系再报警啦，想送佢老公入院嘅时候咧，已经发觉咧系已经冇晒意识噶啦。咁啊，送咗入院之后咧，就当场咧就证实咧死亡。咁啊，亦都系即系警方去推断翻啦，同埋去睇翻个 case 咧，都系即系。知道啦，我呢个女士嘅疑凶咧，就系、是、有严重嘅抑郁嘅问题，咁所以咧呢单咧就叫做谋杀及企图自杀，因为咧佢完咗杀咗佢老公啦之后咧，佢都想系咧即系跳楼啊去自尽嘅，咁所以哇，真系而家我哋嘅精神压力系非常之大啊！咁佢而家仲有一个一岁半嘅仔喎，啊、好彩个 B 唔喺屋企啫喎。系啊，好彩啊，因为咧就系、是、如果佢有呢一个嘅即系问题嘅时候咧，攞住把刀真系嘅。我哋之前咧喺大概半年至一年前，我哋钻石三啊有一单嘅，又系即系持刀斩人咧，两个嘅系啦女嘅受害者都当场死亡，系啦、啊，真系追斩嘅情况。咁所以大家咧都已经系讲啊，香港系一个国际大刀会啊，即系攞刀嘅刀，好似好大。系啊，我都好大。系不过我未去到要攞刀斩人嘅阶段。嗱，我哋不妨睇一睇呢个屋苑嘅风水啦。咁呢个地方咧，即系呢个呢一区咧，咁我有段时间以前就成日去嗰度睇风水，即系可能佢新啊，即系好多人搬入去啊咁样。咁其实佢有冇一啲特别嘅风水上格局上嘅问题咧？就咁睇咧就冇嘅，因为好正常，即系新楼而家都系起到好高好密啊咁样，咁楼下个回旋处啦，好清幽好超下嘅。如果你喺另一个角度睇咧，你会见到咧，佢呢度有个窿喺下面，有啲车上嚟嘅。哦，系啦。咁如果佢个明堂咧，即系一栋楼嘅正前方咧，个明堂见到有个窿嘅话咧，即系呢度咁样行落去，呢度有车咁样过去。呢个咧就叫明堂朱雀位，朱雀位下陷，咁就系好扣分嘅。其实，但系其实佢嗰栋，但系佢即系报纸或者新闻就叫三 A 啊嘛，即系大概系喺呢度附近嘅。咁三 A 究竟佢个厅系咪面向呢一楷咧，定系向另外一边咧？呢、這个就我哋唔知嘅。但系如果系向住呢一楷咧，嗰、那个风水上咧就好扣分。诶、点解咧？因为其实每一栋楼咧有佢嘅有一盘风水数去限住咗嘅。咁嗱，每一栋楼都有噶。譬如话，点解又唔见楼上个单位系咁，楼下个单位系咁咧？明零零舍舍呢个单位会有问题咧？点解？大家望嘅都一样噶，系嘛？咁因为咧，其实嗰盘风水嘅数咧，譬如而家系九运啦，咁啊九喺中间啦呢个数，咁佢有一个位咧唔可以有问题嘅。咁如果嗰、那个嗰、那個方位，譬如假設佢係西方，今年嗰、那個西方都係好差噶嘛，佢其中一楷係面向西方，而且同佢本命嗰個生肖，有極大嘅衝撞，再加上佢即係我哋依啲叫先天後天啦，後天裏邊嚟講，佢係嗰個精神係有啲問題咧，就好容易即係搞到家財好弊嘅，就會有一個嘅即係。但係去到慘劇呢一種咧，就未必喺風水度反映到。風水只不過係一個因素咧，就慢慢一步一步推咗你行去一個好難翻轉頭嘅位咁解咯。咁就唔知道嗰一區就有冇？咦，咁我想請教咧，咁佢係而家即係係咪向住西方咧，都要比較留意少少咧，即係定係要真係夾埋個生肖，即係兩個去碰撞，先會有呢一個嘅問題咧？西方絕對係全年最衰嘅位先，今年、okay. 即係如果你嗰、那個。房床头睡房床头
或者露頭啊，即係煮飯嗰個位咧，係西方嘅咧，就唔多唔少咧有啲頭暈身興嘢嘅今年啊，咁所以就即係任何一個生肖都係會有呢個情況出現。係啊，咁但係佢因為屬於嗰個方向嘅生肖咧，就有幾個嘅。唔怪之今年我咁多病，係咩？係我屋企有病下啫，冇同人嘈交殺氣啊。咁啊冇。咁啊，屬馬騮，嗯，屬雞同埋屬狗呢三個生肖。就在西方那個位置很受壓抑的，是、啊、如果即不幸地你那個床頭爐頭都是的話呢才害怕、嗯、如果你說在角落頭或者書櫃一些很靜態的位置就不害怕，即是那些起火會即是生火成日要煮食成日、啊、會動到動最害怕是這些、哦、明白明白。咁啊，另一方面咧，就因為睇開呢單嘢咧，亦都令我諗起有啲即係以前嘅慘案啊，我哋不妨睇下啦。咁澳門以前都有單嘢喎。係啊，咁啊有一個男人啊，咁啊澳門人，其實佢唔係澳門人，係香港人嚟嘅。咁咧佢就因為啲感情問題咧，就係、是、斬傷咗個女朋友啊。但係斬傷個女朋友咧不特止喎，佢仲要咧斬完之後咧，亦都係應該係我估啦，都有啲精神嘅問題噶啦。咁咧就攬住咧。是得个两岁的小朋友啊，个女咧就跳楼自杀。咁啊，最后咧就系、是、即系佢三个其实都系香港居民啦，但系最后咧就系、是、个男人咧就系、是、本身一跳落去就已经死咗啦。咁但系个女仔咧嗰阵时一只女童咧本身就可能有机会有救嘅，但系咧送院抢救后亦都救唔翻。咁啊，嗰、那个嘅即系其实我觉得最惨嘅咧就系生还者，因为生还嗰个嘅女方啊，即系个女朋友最后咧就即系。斬了個刀傷，但是只是受了傷，但是沒有生命的危險，去到最後就得回他一個了，三剩一，唉，真的，所以說呢，真的，如果有精神問題的話，無論在哪一個地方都 會有這個的慘案的發生，但是跟風水有關不關事呢？首先呢，他這個就在澳門，2017年的這件事是。是咁、那、嗰個名咧就係金鳳，咁其實咧通常見到呢啲名咧，即係我哋唔好計地方先，如果係計人先啦，不如如果我個 friend 佢叫阿鳳啊咁嗰啲咧，首先咧要有少少我哋會諗多少少嘅，係因為鳳咧通常叫刀鳳啊，或者高鳳啊嘛，係、哦、嘛？謝霆鋒嗰啲係啊，嗰鄭鋒係另外啦，咁佢以前撞過車，可能已經解咗咧、哦，即係點都有個劫數喺度。咁但系你话成个屋苑都系叫呢个名喎，咁应喺边一座咧？咁啊一定要睇嗰个地区啦。咁咧，因为头先我哋咪讲啊，所有风水上嘅问题，好多时就系话你个屋苑有冇呢个回旋柱啊嘛。嗯，回旋柱会带动一个气流，咁啊喐下喐下，睇下多唔多车嘅啫。咁但系你话哇，我呢度十几座或者呢度有九座啦，咁其实出入嘅车好少，咁嗰个嘅影响咧会低啲。但系如果有一期咁啱嗰度动土啊。或者是其中有一個，因為我上網看回呢，它這裡有一個、在這裡有一座很紅的、即好像那些商場仔一樣，一些迷你生活商場，整棟都是紅色的，如果突然間有一些很刺激性的顏色出現了呢，即刺激性不是說看到我覺得很刺激，而是每一個顏色它有一個光譜，有一個波長，是即是有一個 width 在這裡，它会产生一些问题，协同效应是吧？没错，它会影响到那个风水、哦嗯、风水其实讲到尾就是气场或者际遇或者劫数，它就会无端端带动到这些东西出来。我给你估下，出事的单位即是刚才那单 是在左手边还是右手边、这个、或者上定下，在这个的左手边，左手边好了，你估啱了，是属于这一卡的西方嘛，这一卡的，你没有看过这个什么嘛、啊、这个图 我自己拿出来的嘛，没有。那这里的上定下呢，会不会是上，是这一卡、哦、这一是下，因为它近路口，近路口斜风、哦、或者呢我们叫风水上有个术语的叫气口，气口就不可以衰的，那应该2017年呢当时呢有一个扣分的星跟这个屋苑的那个灾煞星呢应该撞在一起，加上个气口带动感才有问题。哦，即是有埋个灾，即是这样有灾煞星再加埋个气口。那其实话有，如果屋苑是有这个气口的话，你都不要住在隔离了，可不可以这样说？你要想清楚你住那个单位那个的大门跟这一栋大厦的方向有没有对冲先。没有对冲你就可以住了。哦
哇，咁即係大家真係要聽呢個圓圓學會下，咁先會有呢一啲嘅俾大家去買樓都要揀。但係調返轉嚟講，你係咩人就會遇到咩事㗎嘛。你都要諗返你係本身係咩個複雜嘅人先。即係譬如我啱啱。我都幾複雜㗎。即係假設你的 friend 或者有一日你買樓，你再思考呢個問題，就係、是、你如果係一個好 nice 嘅人呢，你搬入嗰間屋呢，個風水雖然有限嘅。哦。如果你話喂唔係喎，我成日都諗下即係搞呢搞路啊，冇嗰樣搞嗰樣呢，你唔知點解你神推廣入嗰間屋呢有鬼啊，或者啲嘢成日爛咁樣嘅。哦，咁慘嘅。咁但係大部分人呢，即係你用返統計學嘅概念去諗呢，大部分人呢都唔係太衰㗎嘛，都係正常㗎嘛。嗯。咁有啲人特別優秀嘅企咗喺前面。有啲特别衰嘅，好似我呢啲咁样嘅，就可能企咗喺后面。你绝对系优秀啦，师傅，即系火箭坐喺火箭嗰个，肯定系。咁所以而家个问题就系话，你如果知道自己嘅命格属于成个排列里面嘅边一段，去拣嗰间屋咧就着数啲啦。譬如话，喂呢排我个运唔系好得，咁我系属于呢一段嘅，咁我拣嗰间屋咧要好小心，唔可以贪平就去啦。嗯，你有冇啲 friend 好中意揾啲平啲嘅？有啊，我有啲咧，即系南亞嗰啲朋友咧，佢系唔介意咧，即系空宅啊嗰啲嘅，即系佢哋话咧冇所谓啦，即系佢哋反而学翻中国人百无禁忌。佢哋系做咩噶？佢哋唉，咁如果南亞嘅话，通常都系做车房啊，或者做嗰啲兰桂坊嗰啲 bouncer 啊，冇错。咁佢哋唔介意噶，即系平就得噶，可能7000蚊。单身寡仔系嘛嗰啲？诶，唔系，都系 family 嚟嘅。有 family， 有 family 嘅，但系佢唔介意住，同埋即系佢哋。对呢方面咧，所以我就话啦，其实我哋系咪都要将我哋呢一样嘢灌输俾佢哋嘅？所以呢个时候咧，就睇边个命硬啦。系南亚裔嘅朋友咧，远方而来，特别硬啲，搵到食嘅话咧，个命点都硬啲嘅。哦，咁所以佢就唔惊呢啲嘢。咁我哋啲优才计划嗰啲专才都好命硬噶。啊，呢啲咁政治性嘅嘢，我突然间唔系好识讲。即系佢哋咁叻啊嘛，嚟到香港都。攞自己只手出嚟睇睇先。究竟如果有一日你搬屋，或者你同你嘅另一半要即系更进一步一齐住啦，朝见口晚叫面啦，咁你会唔会有问题咧？即系会唔会打交啊？会唔会嘈到七彩咧？就睇你只手有冇呢条线啦，睇一睇先。系。咁女人睇右手啦，男人睇左手啦。咁佢而家讲生命线，即系最入嗰条线，有冇一条小横纹穿咗过去？如果咁样穿咗个咧，即系打断咗呢条线咧，咁你就个生命容易有意外啦。哎呀，好彩冇啫。大家有冇睇？大家可以睇下我哋观众朋友。我有嗰啲流苏嘅状态，有少少。我都有少少流苏。你右手边啊？咁你左手有冇？你睇你另一半。我又唔算啦，呢个。我突然间有一条咯，突然间有一条。算唔算啊？佢唔系划穿，佢掂到啫。哦。嗱，打成一个交叉咧，系最衰嘅，就好似呢幅图。但系你话纯粹掂到，即系 touching 咧。就有呢個風險，但係佢一定過得到。哦，咁好啲，哦，明白。即生命線有一條橫紋穿過，冇錯。咁啊，即係平時要注意喎。咁佢就話咧，成日會整親自己又唔知啦，或者成日啲我都係噶喎。好多女士都成日會整親，我成日都跌㗎。我冚親，可能著高踭鞋係嘛？係咯，或者大地好喜歡我，成日都冚親。識男朋友成日揸車接你咪得咯，唔使自己周圍走。咦，又啱喎！觀眾有冇介紹？我哋啲聽眾好優質嘅，揾日整個網聚先。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佢平時啊，要出入睇交通安全啊，如果唔係咧就。容易即系棘亲啊、嗨到啊咁嗰啲。好啦，咁啊第二个再劲啲嘅。好啦，咁呢条生命线有一条纹系向外成为一个分叉。你好彩都冇啫。咁呢个就好大单喎，应该。因为点解佢要生多一条，仲俾个分叉咧？好彩佢唔系打断咗，即系如果佢系打穿咗咧，就好麻烦嘅。穿咗系真系会点样噶？即系点样穿法咧？请。好似有交叉哦，就打个交叉咁样，大家可以睇下自己嘅手吓，有冇呢样嘢？不过我哋平时都要好好咁注意身体健康都系嘅，就算有冇呢样嘢都好啦。最重要嗰 part， 女人就最中意睇呢啲嘅。喺感情线上有个三角纹啊，记唔记得有一集我哋讲一个倒纹系停顿啊？嗯，即系你同嗰个人嘅关系咧停住喺嗰度，前不得后不得。你有冇试过类似呢啲啊？或者有冇 friend 有啲好姊妹试过？有嘅。困喺个男人嘅生活里面好耐好耐，散又散唔到，向前又行唔到，咁点算？有啊，都系做人第三者咁样咯。系啊，咁又系前又去最后靠佢自己挣脱出嚟咯。佢有咩因素令佢可以？就系搵到第二个咯。哦，佢好快搵到第二个。唔系都 keep 咗几年噶啦。咁但系如果佢
成为咗人哋嘅第三者，会唔会系大前提？呢个男士都好优秀定有啲嘢好吸引到佢？把口咯，我纯粹把口咋，口甜舌滑咯，我以为个银包添。系啊，好似师傅你咁口甜舌，唔系都师傅系好敦厚。银包上面有冇有冇一啲？银包冇乜噶，女仔恋爱脑嚟噶嘛？哦，系啊，咩咩恋爱脑？恋爱恋爱的脑，恋爱的脑啊，个脑就系、是哦、好似好 romantic 啊，韩剧嗰啲情节咧，壁咚嗰啲咧。哇，其实有时韩剧同埋一啲内地嘅剧咧，真系害死唔少男人嘅，我觉得。因为阿衰仔强又系话佢嗰个泰国女朋友咧，就睇好多韩剧嘅，即系认为咧，喺佢心目中啊，所有男人咧都一定要即系就晒佢嘅女朋友，任何即系大小事务都要嘅。咁搞到佢哋成日嘈交。唔系，咁但系其实好多女仔咧都中意，如果男仔可以学到少少，唔一定话就晒嘅，壁咚下，咪大男人啲啊，壁咚咪即系将只手揿落埲墙度，个女仔又喺度强势咁样嗰啲。咁嗰啲咧，啲女仔就会觉得哇，好正啊！咁大前提呢个男人要似韩仔先得。成个八两金咁啊死啦！咁佢可能荷包就要有啲啦。哦，咁呢一个就呢、這个好好，呢、這个 example 就系话，如果你同你嘅女朋友。在 LV 或者在 Hermes 那里啱啱即是拿了个袋落嚟预备俾钱嗰下你一个壁咚咁样会唔会好啲呢会嘅咁一定加分。喺成埲墙都係 Hermes 嗰度突然间做呢个行为。係即係最好趁冇乜人嗰陣啦。係咁当然个女仔手上面有三四五个包包咁样咁就一定好好正很帅。咁嗰个女嗰个女士个样都唔可以太咩喎。冇错。都要好吸引。冇错。好啦咁呢个就话三国文。咁三国文佢系讲咩咧？佢就话首先你个心脏咧，因为佢近呢条线，佢近你最尾嗰三只手指对落嗰条线咧，就同心脏有关嘅。即系其实讲呢样嘢，心脏或者血管咧就容易有事。咁啊，有啲人咧就睇呢个手信咧，睇到嗰个人嗰个血管咧特别薄嘅。嗯。咁血管特别薄咧，你就冇咁着数啦，你容易有健康问题啦。咁佢话另外，因为呢条系感情线啊嘛，同伴侣相处或者出外远行咧。都要留意安全喎，佢講得好隱晦嘅行車安全，其實應該唔係啊，嗰陣會唔會嘈交嘅？即係嘈交起上嚟會打嘅。你有冇 friend 試過係拍拖嗰陣會個男朋友會喐手喐腳噶？有，絕對有。我見過真係嘅，行車安全呢樣嘢，因為咧喺架車裏邊做啲咩啊？係唔係個男士嘅揸車，但係個女士就話：哎呀，睇前面啦，哎唔係咁樣行㗎，因為係呢路，因為個女士都有車牌嘅，咁所以咧佢就會覺得咧佢咁樣行唔啱啊，又兜咗遠路啊，即係暗暗沉沉、暗暗沉沉咁樣。咁另一方面咧，我亦都有個朋友咧，就係個男士咧超級大男人嘅，即係唔俾個女仔出街去見，就算係朋友都唔俾㗎。咁成日都要喺屋企噶 ，stand by 咁样，肯啊，因为个男仔有钱嘛，咁、哦、所以就 keep 住想锁住个女仔啦。去到最后，靓咁样个女仔，佢惊咩啊？其实就唔系话惊唔惊，系纯粹佢因为大男人主义，唔想俾佢见其他人，唔系嘛，净系可以属于佢一个、哦。去到最后咧，就真系独自拥有嘅，冇错啦，其他人都唔可以见到噶，净系我噶咋。咁系啦，见阿爸阿妈唔得啊？都唔系好得，因为佢阿爸阿妈系即系出生喺比较韩美嘅家庭。哦，即系唔够门当户对。冇错啦。好过分喎、啊，我觉得呢啲啊。系啊，咁所以咧，去到最后就梗系演变到家暴啦，因为佢真系要去见下朋友咁。系啊，系啊，去到最后就个男仔打佢定点啊？咁个男仔就翻到嚟嘅时候，唔见人。系啦，唔见人。跟住咧，提前翻到嚟，咁跟住之后就梗系第二朝。起身會有一個嘅手掌印咁樣啦，嚇，即係冚過啊咁樣咯，係啦，即係真係冚同埋冚過去，係啦，冚過去同埋掉花樽嗰啲啊，咁成屋都係玻璃，個女仔自己執花咯，嚇，係啊，工人可憐喎、啊，有工人都唔俾佢執，淨係要個女仔，你一定要執，睇住先，頂，我哋聽到你呢度，連工作人員咧都皺曬眉頭聽到，係，我想講呢、這個男仔每個月俾幾多錢佢啊？每个月咧，其实真系唔系话好多嘅啫，要唔系好多30,000咯。哦，都 OK， 够生活。哇，但系个男士间屋未计噶嘛？间屋梗系未计啦。但系个男士个资产系有个亿，系啊，两亿，即系都劲嘅，都劲嘅。但系应该唔止一个咯，应该佢同一时间有唔同嘅国家都有，冇错。咁呢个男仔个样咧，即系睇，唔使睇样噶啦，唔使睇得下噶啦。去到嗰个级数唔好，去到嗰个级数嘅话咧，有大屋住又有钱啊，个女仔已经系觉得，唔紧要啦咁样。等等先。咁呢个女人咧个心态系打工嘅心态，打工咧你就要尊重呢个合约精神，即系你收到人哋钱，人哋叫你做咩，你咪做咩咯，唔系应该咁嘅咩？
但系佢一开始都系一个恋爱脑，哦，即系喺恋爱咁嚟嘅，恋爱变咗做打工，冇错啦。咁、所以女仔真系要小心啲拣咯，即系嗱，男仔对你好啲都冇。当时个女仔系几多岁啊？当时个女仔咧就只系得23岁啫。咁、又唔怪得佢嘅。系啦，即系傻猪猪咁样，脑笋都未生埋。冇错，遇到师傅呢啲就唔会有事。咁而家个女仔几多岁？而家个女仔我30几咯，同我差唔多年纪。应该做咗人阿妈未啊？其实系必唔出嘅。所以就，但系佢都唔需要噶啦，因为佢只系需要一个嘅奴隸啦，我当系喺屋企咯。系，因为需要有人照顾。一系啦，冇错，即系个女仔好似奴隸咁样咯，就净系可以喺屋企。咁但系因为佢系可以，即系个男仔成日 traffic 噶嘛，成日走去世界各地，应该就世界各地都有一个。系呢，但系完咗噶啦嘛，呢单嘢仲喺度噶。哇，10年噶咯。系啊。有人养住嘛？即系佢当一份长期合约。系啦，冇错啦，乜都唔使做，每个月有30000蚊袋。咁一个月见唔见到10日8日啦？都几日咯，系、啦。咁、但系翻工翻几日，收就收一个月。系啦，但系突然之间翻嚟又唔见咗你，你就大镬啦。哇！咁样咯，你呢一餐饭都唔容易打噶，都唔容易食。即系如果得嗰30000蚊，又好似真系少咗啲，争咗啲。系啊，即系喺个极权嘅社会。仲要唔好打俾我啊！每个月同我秘书出粮得噶啦。咩？哦，即系平时唔可以揾佢。系啊。吓？平时唔揾得佢，因为好忙啊。唔系，等阵先。咁呢个男人系咪结咗婚噶？唔清楚。我估系咯。咁当系可能。系咯，大家都明噶啦呢啲。既然结咗婚咧，就要睇下一单啦。好啊，呢一单咧，睇一睇嗰个咩先啦。咦，呢单嘢同我头先讲嘅形容嘅都好似有少少相类近。咁我哋又睇一睇嗰段文字啦。好啊，呢单其实好耐噶啦。咁阿妹过嚟听下先。好，這個、呢一个就系、我哋即系一个嘅女士啦。咁啊，住喺呢一个西九龙嘅豪宅君临天下。哇，我哋有朋友都住隔篱噶。咁啊，一次咧发现咗呢个叫相思情杀案。咁啊，有一个叫水果大王之称嘅风流富商啦，叫彭次辉，咁啊佢有金屋藏娇，有个二奶嘅。咁但系咧，好得意，佢有个二奶之余咧，佢自己同个二奶又各有新欢嘅。咁个原配去咗咩咧？吓，系个原配原来已经一早移民咗去加拿大嘅啦。咁啊，原配唔喺度。咁啊，之后咧，佢同二奶各有新欢之后啊，咁个二奶无啦啦咧就怼冧咗佢。系点解咧？系啦，即系俾人即系个水果大王俾人喂咗，即系食安眠药。咩因由啊？点解要怼冧佢啊？哦，即系怀疑咗佢又有个小三，冇错啦。即系话佢太风流啦，呢个水果大王。咁啊，除咗二奶之外咧，即系无名无份啊嘛。个女仔都系咧无名无份咁样，帮你生咗两个咁啊，但系咧你又即系系又再沟，但系好得意地咧，系个水果大王都怀疑咧。嗰、那個兩個小朋友根本都唔似佢個樣子，成個 mix 咁樣，都懷疑佢同我已經離咗婚嘅德國丈夫所生嘅。咁所以咧，件事超複雜，就係、個小即係、個小二啊，又即係出邊有第二個啦，跟住之後咧，個水果大王又有，但係水果大王又有小三，所以去到最後咧，就七國禁亂咁樣咧，那個男子就死咗啦。係啊。咁啊，比較慘啲就係啲小朋友啦。係啊，就永遠就係唔知點解有啲咁樣嘅父母咧。咁啊，又睇一睇啦。其實君臨天下或者四小龍啦，咁 Element 嗰度大家都好多人都去過噶啦。咁就其實都係嗰個環境咧，同頭先澳門嗰個係有啲似嘅，即係中間有個迴旋處。但係如果你認真去視察一下咧，嗰度係比較少車出入嘅，呢個係真嘅。咁、但係成個問題係咩咧？嗱，呢度呢一棟見唔見到呢兩隻角？我见到呢两只角咧，如果个流年衰星一到咧，个灾星一到而向住呢一个方向咧，就会有问题。所以咧，其实嗰个区咧，耐唔耐咧都有啲命案发生咧，就有机会啊，系因为呢一个风水嘅影响。我想问啊，呢一个起咗只角咧，会唔会都系因为太过硬啊，太过好似吉系啊，应翻落一个刀嘅形状啊嘛，咁、发生一啲比较麻烦啲嘢咯。咁我记得前年定系3年前啊。有一对孖女定系阿姐姐同个妹喺嗰度游水，识游水嘅、都浸亲，仲、要系有一个救唔翻，咁啊更不论之前曾经有单嘢喺个酒店嗰度系咩啦，亦都有啲命案发生。咁其实睇买楼真系要睇咗风水先，现场视察咗先，系点都要问一问人意见咯，就会稳阵少少，系、啦，咁所以就系比较棘手啲嘅，有时遇到啲情杀嗰啲，因为。即系唔系话睇完好心凹咁简单，而系万一你个朋友或者唔一定系咩啊？可能你住喺楼上楼下，你住10楼，佢住40楼嘅，哇！你翻屋企个心理压力都好大啊。但系其实咧，我会觉得如果有钱嗰啲，点解你唔去买之前咧，就真系揾个师傅去睇一睇个即系盘啊，或者睇一睇成个风水格局有冇问题先？咁可能有啲人系唔中意睇呢啲嘅。
即係對呢個冇研究嘅。係，因為佢覺得即係有冇都得，其實玄學某程度上對於有一啲人嚟講係可有可無噶嘛。不過信則有，不信則無。係，如果真係有呢啲咁嘅事發生，你真係後悔莫及。冇錯。咁同埋咧，即係四小龍起嘅時候咧，因為我後屘有一次會客咧，見到一個某某大公司嘅職員。他就話：哇，師傅有一集你曾經講過呢啲嘢咧，我好想即係有個機會再見到你嘅時候講翻俾你聽，因為當時起四小龍我有份起嘅。哦，咁我咁係我即刻心諗嚇，嗰度又死咗好多人啦，定係發生啲咩事咧？即係有做嗰啲叫咩啊動土嘅儀式做錯嘢定點咧？佢話唔係，通通都唔係，就係曾經咧，即係喺嗰個年代啊，而家我估啊冇啦，可能就係有一啲嘅地盤職員咧，就冇一個好明確嘅身份喺嗰度打工，黑工。咁跟住嗱，你講嘅就我唔知啊。咁咧，跟住因為佢哋嗰啲人咧，有時貪快啊，即係哇快手做完佢可以趕下一單啊，或者點啦，或者唔係好跟個程序做嘢咧，就出咗意外啊。係。咁喺嗰度咧就即係走咗，拜拜咗。咁所以咧，佢就認為，即係我呢個客就認為，即係所以呢一度咧係無形中咧有股怨氣喺度，即係始終有啲工業意外。所以大家都即係穩穩陣陣咧，即係要 check 清楚啦。同埋由於佢哋身份嘅關係咧，公司亦都冇話正正經經喺嗰度做場法事啊咁樣咯。咁所以就更加令到呢個區咧係有少少。即係有少少問題，有啲影響力喺度，就係、是、咁樣啦。咁但係每個人咧都有佢自己嘅命運㗎，咁所以你知道嗰棟樓或者嗰個區域，佢係行一條乜嘢嘅數咧，某程度上都係避開咗。即係譬如好似你依幅圖咁樣，咁某一啲位咧，某一啲嘅坐向咧，嗰、那個嘅風水可能會係個能量低啲㗎嘛。哇！但係有啲咧入到係好掂啊，好正喎。其實某程度上係有條數可以計到，如果你找人去幫你看一看這條數，那你就可以避開一半的災難先，起碼沒錯沒錯。好，那這集我們先講到這麼多，下個禮拜我們再見，下個禮拜見，拜拜。好，拜拜。Put it on, right? Yes. Put it on, from Hong Kong. In Hong Kong, we have Kata Pucha by White Park. And if you say, put it on, put it on Kata Pucha, what passive what is it? And the life, put it on, right? Put it on, because passive what is it? The Buddha Chow will have passive what is it? ไปที่กันดารอะไรพระศิวลีถ้าจะมีเอกลักษณ์ที่เยอะนะมีแต่สิ่งดีสิ่งเป็นมงคลมาเกิดครับ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โอเคเขารักหน้าทองมีทรัพย์ที่เป็นเปิดสุขราเปิดคณะมีตาแห่งทุกข์ราคุณโยอาคุณมาทุกคนที่วันนี้ได้รับมาจากอินเดียตาตาดาราเป็นมากมาก